小朋友，我帮你贴一个酱，可以吗？贴在这边，好漂亮。很棒。贴在衣服上吗？还是手上？贴在手上吗？还是衣服上？谢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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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。很多人跟我说谢谢，我都说不要跟我见外。我叫阿拉丁，是土耳其人，在福州已经生活了27年了。我已经把家安在这里，福州就是我的第二个故乡，福州是我的家，所以家里需要我的时候，我应该出来帮忙。这次疫情发生后，我看到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都很辛苦。我是做餐饮的，本来想给大家送爱心餐，但是社区说他们更需要人手，我自己工作时间比较自由，中文交流也没有问题，我就有坑。社区说你们什么时候都可以教我。前几天我是中午和晚上在一个无业小区帮忙测温查看健康码。昨天社区说今天裁员，连还缺少一个志愿者。我今天还带了一个我的朋友，是一个外国人，一起帮忙。我叫 Stas， 我来福州6年了。我在福州做老师，朋友阿拉丁他发了一条说这里需要志愿者。我今天帮忙别人贴那个二维码的帖子，我帮助别人我会开心。福州是一座很温暖的城市，从我大学就学到工作建立家庭，福州给我很多帮助，包括现在疫情比较严重的情况下，我的生活保障还是很到位的。视频供应场所和算餐饮点设施的也很方便。现在这个时候大家都在努力更印度彩白，我也是这座城市的一分子，守候荣城，义不容辞。我们是外国人，但不是外人，加油福州。